遇到危险时，女生该如何自救？今天这么早下班啊？嗯，给，还你伞，我特意在这等了你一下午。没事儿，不用这么着急还的。哦，我今天买的橘子，你尝尝。哦，谢谢啊。走吧，奶茶快到了。你的伞怎么在他那？就前天下雨嘛，他没带伞，我就随手从车上给他拿了一把。我觉得这个男的有点恐怖，好像是网上说的那种性缘脑。性缘脑？什么叫性缘脑？就是你随便帮他一下，他就觉得你对他有意思。不是吧？以后离他远点，还是小心点好。这个真好笑吧？我也觉得。做我女朋友吧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别不好意思，你的心思我早就知道了。你可能误会了，他什么心思也没有，也不喜欢你。不喜欢你怕我淋雨，还给我买水果。你有病吧？你骗我干什么？你今天必须要给我一个说法。你再发疯我就报警了。行。咱们周末出去玩吧。去哪玩呀？去泡温泉好不好？行，都叫几个人一起。喂，我刚才点的披萨不要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嗯，我知道。对，不是北区，是华能小区5号楼120。嗯，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？带着水渍的男人脚印。喂，哦，我刚才点的披萨不要辣。你好，这里是110报警中心。嗯，我知道。你是遇到危险了是吧？对，不是北区，是华能小区。这次一定要记住教训，以后不要再痛心心害怕了。